燕青的问题，伊请教阿爸老师，有关即卖抽水呢，已经建立了吼黄色的期间，那是讲国亚肥对产量更有帮助，因为差不多个十五天至二十天，阁要收割了。这个有那总共有二十天吼，就啊有较要得伤过头较冷啦吼，啊那十五天就无啥，这个效果呢就无啥好吼。但是就是讲啊，真侪人是安尼做啦吼，比如讲伊伫啊已经拢高头啊吼，即开始咧黄啊，那么咧高头了时阵，伊会去加落是说啊，这个尿素通常九分地呢五公斤到十二公斤吼，拢有人落吼，落真薄啦吼。啊，再有个人会去尿素，比如讲伊落这个啊五公斤，啊伊尿素呢？啊，大概就是五比二这块呢，这个比例，吼，比如讲伊呐十二公斤，那么伊就是去加落差不多四公斤，吼，尿素十二公斤，啊，男子数啦，这个四公斤的尿素，啊，其实你安尼咧落吼，啊，有诶讲安尼起来，最主要是这个尿素累积了迄个氮肥啦，吼，那么伊会互伊这个啊重量会在做伊翻车嘛，吼，那么有一点点啊这个重量，但是伊咧。增加是会增加吼，但是啊，有一个这个问题啦吼，就是讲，伫一个这个问题吼，这个、问题上大是伫虾米情形呢？就是讲啊，这个问题出伫对吼，这个物件呢，会出伫讲你若落这个时间吼，那么你家落落了呢，伊会倒啊，较软丝吼，这伤过头软丝的时阵呢。那么伊就真有可能吼，真有可能呢啊！那是好天，那当然没有问题哦。啊，那拄着歹天呢，那真有可能吼，真有可能呢，化倒了，化拍落就拍落吼。所以啊，伫这个所在呢，其实阿伯啊，个人是较无建议讲吼啊，就还在去各去施肥安尼啦吼。这是咱的啊，这方面的一个建议吼，我是感觉讲，那是有安尼就差不多啊吼，佮差不多。啊，十五天、二十天，啊，都唔免过啊，唔免过药啊，吼，就是讲不用再特别吼，这啊，唔免特别这个过去改做一这处理吼，这大概是这个情形的嘞，吼。那么这底下，吼，咱好朋友呢，小做一这参考吼，就是讲你若问我吼，这我个人的这个建议吼，那么我会认为就不太需要的了，吼，这物件就是。啊，这个的麦克另外个去改补加的啊，就讲最好不要再补啊，因为这那天气顺大概无问题哦，这有可能会增加哦，有可能的这个啊，这个增加哦。那么啊，这种咱有当时啊，伫这种肥料内底吼，这有一种讲法啦吼，你参考看卖吼，就是讲啊，以咱伫咧吐氧这个时间吼，那么这最主要就是讲，因为水稻你要有产量，就是讲啊，基数爱有够，对吧？基数爱有够。那么过来就是讲，每基数有够了，每一穗的这个长度爱有够，啊，长度有够就是粒数爱有嘛。那粒数爱有，过来就是伊的一个每一千粒的这个重量爱。啊，这一二三有三个，同款是三个这个阶段，所以咱就是讲啊，伫伊种落了吼，咱通常就是伊开始咧吐青啊，有咧吐硬起来的时阵，咱开始去落肥吼。那么落肥通常是落一遍到两遍吼，一般通常会落，咱以目前来讲会分两遍去甲落嘛吼，就讲我宝宝啊去甲落，吼，即阵就是要互伊较无头会起身起来，无头有够大无，基数够，这是第一。那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啊，一开始咧拔节，咱讲开拔吼，有个人啊要做米吼，做米就是讲伊迄个啊，这个穗吼，这个幼穗差不多是一米厘、两米厘的这个啊，这个长度来讲，一粒草米大迄个时阵，这个时阵是伊穗咧生长吼，那么伊发育一个足重要这个基础。那么这个时阵，咱就是袂使互伊营养呢，佮走去包围去，所以咱为虾米进前爱拍残，就是无爱互伊佮底下吐液哦啊，所以这个时阵，咱也是落肥，那么伫。这只只吼，这个啊，这个时间呐，落掉，阿姨就当增加伊水的这个长度，那么水也当较大水，吼，长度有够。那么同时啦吼，就是讲啊，伊营养有够，伊迄个花嘛，较袂退化掉。所以伊这个中间都有一个当固根，会当互伊较臃肿、较袂倒的一个
啊，这个作用哈、哦，所以呢，一般通常啊，伫这个时间哈、哦，这个时间呢，啊，咱讲的水肥其实是足重要哦，这三量。那么，佮另外一下就是讲抽水到成熟的这个期间，那么以最是最这个时阵最主要是要增加伊的一个这个千粒种，就是讲啊，我这啊、基数嘛有够啊，啊，这个长度嘛有，但是我每一千粒的这个重量呢，啊，要互伊有安尼吼。啊，所以这个时阵的肥吼，咱通常啊，不一定爱落真济吼，所以有的啊，会去改落一撮啦，这种有的人甚至会去改补一撮啦，这个磷酸一钾这种物件，转药的时阵去跟男这啊男的这个后面最主要是增加伊的这个钾肥。哦，并讲伊拄高头迄个时阵，咖喱的这部分呢，啊，消化好伊一个这个有呢，啊，有一个效果。那么到这个开始啊，伊即马那是高头了，开始咧退车的时阵，伊会去甲头咧落一点啊，啊，这种这个啊，这种就吼、哦、算简单来讲吼、哦，简单来讲就是讲可以甲落一点啊，啊，这个。有所啊，这种啊，这有所这目的呢，就是要让伊啊，会当增加伊的重量，但是这有伊的风险的这存在。咱咧讲的这风险，就是讲啊，有可能会倒涨哦。所以呢，有当时啊，这个部分啊，不啊，个人都无真建议咱好朋友去用的一个这原因，就是伫这只只哦。所以这伫只，让咱听众朋友呢，小了解话讲啊，暗时叫呢，这个效果应该袂歹啊。足侪人讲，伊准去甲落一束啦，会使啊。哦，这落来有这种对着这个产量的这个增加的这部分，我相信啊，还是有哈、哦，有迄个机会，有迄个空间的呢。哈、哦，那么但是呢？啊，伫这家家，我个人是认为，哈、哦，有时啊是无讲，真的没有必要，哈、哦，无必要尽量卖去用这个做法，吼、哦，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讲，啊，伊也是叫倒落，吼、哦，你颠倒吃力啦，哦，所以你无落袂倒啊，落者叫倒翘翘，啊，毋是拄啊颠倒吃力，吼、哦，所以这是啊，有啥物啊，不啊，无建议大家伫这个时阵，吼、哦，已经到黄暑期啊，那么过去改落。啊，落这物件的一个足重要一个原因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伫这个所在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啊，这吼咱就听众朋友吼、哦，你少做一个参考，吼、哦，就是讲，咱其实吼、哦，咱咧管理的时阵吼、哦，当时啊，啊，伫这个风险的这控管足重要，就是讲。啊，我即阵落有效无？有效，但是呢，风险有悬无？风险足悬，啊，迄种工作要做啊，唔做，你家己得爱啊，得爱边看吼。啊，那不啊，即种算啊，有诶拢会笑讲啊，不啊，你较无胆，我真正无胆吼。所以啊，因为呢，即、這个真知真惊，那唔知拢未惊吼，这车迷拢嘛唔惊性质。啊，咱那是讲伫即个有咧。啊，算伊个风险伫伊只遐，咱若是会当甲避开就避开，尤其你若看即个天气无讲介稳定吼，我看也是蛮好啊吼。啊，即个部分呢，不过个人的看法是安尼，也是提供予咱注意听众朋友啊，你少做一些参考吼。我个啊，伫即个遮我是。无建议你用、哦啊、但是呢，那人咧讲有效无吼、哦，你卖虾米少济吼，这个不要，这绝对是。有那个效果，有迄个效果啊，但是呢，啊，伊有效果无唔对，但是又存在伊一定的这风险伫伊只遐，啊，伊风险就是讲伊会做到倒的吼，啊，你阵啊，你切啊那倒吼，这会出现第一条种产量一定会减少，搁一下就是到时阵啊，你要叫人挂吼，这种麻烦的吼，人唔知要甲你挂嘛，你挂呢？啊，即个未讲唔拿吼，你那平常弄，你还是配合一般，就是倒去伊嘛，甲你挂，但是呢？啊，还是会比较伊较慢皮啦，早你个倒去吼，伊绝对会个，伊个行为好练的，迄种练练的吼，啊，你当然你若咪交情有够啊，是无问题，但是呢，这对咱来讲就足麻烦的嘛吼、哦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希望咱注意台中朋友吼，你也当了解吼、哦，啊，即有当时啊，啊，咱要去做这个工课，会做尽，未做尽，咱都一定爱知影吼、哦，啊，是不是有这个风险吼、哦，这个。啊，即有当时啊，就是讲你够需要去承担迄个风险，尤其你产量那是愈悬吼，你有发现无？产量那愈悬愈熬倒，对吧？安怎讲产？因为产量悬，伊即马排冻啊，啊那是即个西北雨来吼，啊，即雨那较济，伊降水那济，是不是？伊化温雷的温雷吼，啊，即对咱都做不好的这影响安尼啦吼，所以这底家伙咱注意台中朋友啊，你少做些了解着吼，所以呢。啊，这你家己爱边看哈、哦。那么，但是呢，不过个人是无赞成，吼、哦，无赞成安尼用，吼、哦，嗯。